黄海杰贵为星二代，尽得爸爸黄锦新同妈妈赵雅芝真传。最近佢首度同爸爸合作拍剧，竟然饰演情敌，一齐追求吴嘉丽。Wesley 话好唔惯啊，咁一定未试过同佢一齐争女啦。咁仲要喺戏入边，仲要即系有拗叫嘅，都即系情敌噶嘛，咁一定系会争啦。咁所以变咗一开始都会有啲唔惯嘅，即系因为平时见咗咁多年都系做我爹哋，见咗咁多年佢都系净系中意妈咪一个。咁多年都係照顧我哋。Wesley 同爸爸關係要好，父親節就到啦，會唔會考慮親自下廚呢？其實呢段時間我自己都有幫自己煮嘅，因為即係要操翻 fit 自己，咁我都係自己煮嘅，因為自己煮先至知道用咩食材啊，用咩油啊，擺幾多鹽啊，咁好啲。咁幫佢哋煮其實之前都試過嘅，之前母親節、父親節都試過，但係都好幾年前啦。因為近呢幾年我都一係就喺外地拍緊戲，一係佢哋就忙。咁今年。都可以試下，諗下，係啦。除咗控制飲食 ，Wesley 仲積極健身，已經恢復最佳狀態啦。